又来看孩子了？是啊，他现在睡着了，睡着的样子很可爱。还有你妈妈现在她的态度，都有很大的转变。其实，一直以来，我都想对你说声抱歉的。没想到我哥哥，没想到他，会跟童话串通起来，还拿了他那么多的钱。 给你造成那么大的困扰。如果我以前的态度对你不好的话，请你原谅我。你跟我道什么歉呀？我应该谢谢你才对，谢谢你给我生了那么好的一个儿子。对了，现在何雨琦他妈妈还经常来校区吗？有啊，一直哭。 刘火也一直沉默不语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瑶瑶，要不你跟我走吧。何雨琦的死就会像一堵墙一样横在你和刘火之间，刘火的心里呢也肯定会有烙印的。你说你跟孩子还要继续生活，我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。 难道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吗？你要走去哪儿啊？我这个项目马上就完成了，总部把我调回美国去了，我还要在国外继续生活。对了，这个。 这个是你以前送给我的项链，也是我曾经最爱的项链。我一直都把它带在身边，想找个机会把它还给你。小慧，当一段感情成为过去，它就是一种经历了。来，还给你。 希望你带着他，能够找到属于你的幸福。哎呀，你不用着急的回答我，我可以等。向辉，别说了，你赶紧回家去吧，笑笑在等着你。 这碗汤我一直捂到现在，刚好你回来，还是热的，趁热喝吧。我喝不太下。你不要这个样子嘛！我相信你晚饭一定都没吃吧，孩子。我希望你知道，何雨琦他已经走了。 我们都要去接受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我们要去面对它，而我们活着的人，就应该每天还是要开开心心的活下去，不是吗？每天看你这个样子沮丧，又不开心，我的心真的在滴血。妈，不要那么担心呢，我有吃晚饭。 吃了吗？嗯。你炖的汤我也想喝。来就喝吧。哎呦，还冒烟呢，小心烫哦。好喝吗？好喝。 你炖的汤最好喝，多喝。啊，对了，
雨琦他妈怎么样了？他走的时间定下来了吗？本来呢，他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，也都准备回去了。可是最近呢，好像我看他情况不是很好，应该还会再多留一些时间。所以孩子，我有个想法，因为我们家其实也没有什么要去打扫的，我想让小青呢，从明天开始就去他家照顾雨琦妈妈，你觉得好吗？好啊，这样挺好的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雪姨，火哥，我可能不去照顾雨琦姐的妈妈了。怎么了？我今天来是来跟你请辞的，我已经买好回老家的火车票，以后我就不回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怎么会这么突然呢？小青啊，你在我们家都待了这么多年了，我跟你火哥两个都那么的依赖你，你突然这样说走就走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我们会舍不得的。我知道雪姨，我知道你们对我都特别好，只是我看到雨琦姐妈妈这个样子，我就想回家了，我想回老家陪陪我妈妈。应该的，应该回去多陪陪妈妈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好孩子，要多陪陪妈妈，知道吗？可是李小宝怎么办呢？雪姨，我跟他根本就不可能，他已经和丁婉欣在一起了，这就是命。雪姨，你以后就别再为我操心了，啊！妈，小青要是决定要回去陪她妈的话，咱们就支持她吧，别为难她了。小青，那么多年了，谢谢你照顾我，照顾我妈。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或需要的，尽管说，我们都帮你。我。没什么需要的。谢谢雪姨。谢谢火哥。